陕西发现神秘长臂村，全村男女老少手臂比身高还长，竟是40年前的怪异红鱼作祟。在秦岭南麓的一座大山深处，坐落着一个古老的小山村，他们个个人高马大，宽阔的臂长世代遗传一直是未解之谜。他们久居深山，不论男女老少都是一对大长胳膊，男性平均1.70米的身高，展开手臂一量最少都有1.8米，更长的甚至能达到1.9米。一般情况下，人的臂长和身高大差不差，但在长臂村，连女性的臂长都十分夸张，平均身高1.6米，但臂长就有1.7米。这样怪异的现象引起有关专家的注意。进村之前，调查组都以为这种事儿只是个例，没想到进村后挨家挨户一量，竟都是出奇的统一。只有外村嫁过来的会是例外。专家猜测，长臂村地处秦岭深山，村民一般靠放牧种地采药为生，很有可能是因为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才导致基因发生改变。但这种结论很快就被现实推翻。在村里长大的女孩从小都很少上山，只在家洗碗做饭做家务，干活把手撑长纯属无稽之谈。就在专家调查陷入僵局，正忙着翻越限制时，村长的一句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会不会是红鱼诅咒？村长突如其来的感慨让众人一头雾水。随后在村长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一个废弃的水塘边。原来40年前，这个深不见底的池塘是远近闻名的聚宝盆，一到清明节前后，浑身鲜红的大鱼就会从地下一波接着一波喷涌而出，村里人为了白捡便宜，都拖家带口带着工具来山里抓鱼，旁边的庄稼地被糟蹋得寸草不生。当时的民兵队长为了阻止抢鱼乱象，就往池塘里扔了两包炸药，没想到彻底闯下大祸。第二天，怪异的现象发生了，陕西发现神秘长臂村，究竟是诡异红鱼作怪，还是另有蹊跷？随着一声惊天巨响，池塘被炸得水花四溅，等到水面平息后，上千条鱼突然消失不见，村里人以为是被炸死，都沉到了湖底，就没当回事儿。结果第二天，满满一池塘的红鱼突然出现在相隔十多里地的另一个村的池塘里。后来大家都说是当时的惊天一炸惊动了鱼神，手臂长就是惩罚和诅咒。这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谣言显然不可信，专家第一时间想到了地下溶洞。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专家在山里的天坑溶洞中撒下的无毒物质果然出现在附近十几个村庄的大小和道里，所以复杂的地下水系统把池塘里的鱼带到10公里以外并不稀奇。红鱼消失的秘密终于揭开，村民手臂比身高还长却还是未解之谜。专家猜测很有可能是遗传，经过走访调查，除了长臂村，附近其他村庄和嫁来村里的媳妇都很正常。这个背靠大山的小村庄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据村民分享，附近的河滩上曾经挖出过一具尸体，听说是几千年前的古人。在考古学家的带领下，专家见到了古村落遗址中挖出的尸体和器物，这个身高1.8米的古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传说中的长臂村竟是八人后代，远古祖先为了活下来连身高都被迫变矮，千百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整个村落在一夜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具身高1.8米的尸体，难道是被河水倒灌彻底灭族了吗？但遗址经过探测发现，里面不但没有沙砾沉积的痕迹，就连陪葬品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应该是自然下葬。那4000年前整村的村民都去哪儿了呢？在考古学家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处溶洞岩壁，离远看到处开孔的崖洞，进去一看被当场震惊，里面的墙壁分割成块，容纳上千人绝对不成问题。考古学家猜测，当时的山林里雨水充沛，几千年前坐落在山下的长臂村村民时刻要面对洪水灭族的威胁，古先祖为了能安心地活下来繁衍生息，带着族人一路上山，终于找到了安生立命的地方。尽管条件简陋，但仅靠大山生活栖息不成问题。就这样，传说中的八人族出现了。他们为了生存到处攀爬，上树上房相当敏捷，在世世代代的传承演变中，八人族的手臂越来越长，身高却越来越矮。由于岩洞的高度有限，原来高大的身材成了短板，随着世代传承慢慢变矮，基因被环境彻底改变，这才有了现在身高不高但手臂很长的长臂村。
2010年，河南老农养出残疾神猪，就两条腿能倒立行走，有人出价100,000都不肯卖。事情发生在河南新蔡县的一家养猪场，老板名叫王西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养殖户，养猪多年发家致富，是村里出了名的有钱人。养猪十几年，王西海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这种怪事儿。老两口看着地上倒立的小猪，眉头紧皱，十分心疼。几个月前，一头母猪被发现怀孕，为了能顺利生产，诞下小猪仔，大赚一笔。老王和媳妇儿每天好吃好喝，精心照料。生产当天，住在豪华单间的怀孕母猪一大早就躺在地上痛苦呻吟。养殖场全靠母猪繁殖，这是并不稀奇，再加上科学喂养，没一会怀孕的母猪就成功生下5只幼崽。老王对这个产量还算满意，看着小猪仔围着母猪喝奶的模样，老王心里盘算着这一窝小猪能赚多少钱。突然母猪一个翻身又开始发力，老王知道这肚子里还有幼崽，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被干扰。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守在一边，经过一阵艰难的努力，有一只粉粉嫩嫩的小猪咕咕落地。老王刚凑上去检查，突然发现了不对，最后生下的小老六后半身光秃秃一片。一开始王西海以为是生产艰难，小猪后腿被挤断了，抱起来一看瞬间愣在原地。小猪后半身皮肤粉嫩，一片光滑，天生残缺，没有后腿。养猪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儿。妻子听到叫声跑来一看，也被吓得不轻。河南老农养残疾神猪，竟靠两条腿倒立行走。王西海养出神猪的事儿成了当地的一桩奇闻。别看小猪长得健壮，刚出生呼吸微弱，看上去活不了多久。媳妇担心怪猪有传染病，专门安排到单间，准备找个机会把猪扔掉。结果半夜起来一看，王西海不但给猪铺上厚厚的干草，还把棉被也塞了进去。夫妻俩一向心善，尽管养出两脚猪这事儿对养猪场并不吉利，但大小是一条命，俩人经过商量决定把残疾小猪留下，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结果刚刚开始就遇上了难事儿，母猪对亲生的幼崽十分嫌弃，不肯喂奶。这让王西海很是头疼，母乳不成那就只能喝奶粉，于是特制的奶瓶成了救命稻草。幸好刚出生时奄奄一息的小猪求生欲望强烈，能吃能睡，没多久就长得白白胖胖。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猪慢慢长大，只能拖着后半身在地上爬，身体经常磨出血，到处是伤。王西海看着小猪痛苦的样子，十分心疼。在王西海的帮助下，小猪慢慢练成了倒立行走的绝招，健壮的前腿立起来支撑着整个身体，不但能走，跑起来也是相当敏捷。很快养猪场里除了倒立神猪成了村里的一桩怪事，视频一出全网刷屏，残疾小猪就是现实版的猪坚强。记者赶到后亲眼目睹小猪朝主人狂奔的样子，也是大吃一惊。这样造型别致的小猪绝对是个宝贝，王西海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得了一个聚宝盆。河南大邑养出残疾怪猪，只有两条腿能倒立行走，有人张口100,000要买走大爷，却当场拒绝。新闻一出，会倒立的猪坚强成了当地的大新闻，除了村里人，还有游客专门开车赶来看热闹。随着猪坚强一天天长大，王西海却愁得睡不着觉，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小猪能吃能睡是好事，但几个月下来体重不断上涨，光靠两条前腿已经很难支撑沉重的身体。小家伙倒立行走没一会儿就要停下休息，从那以后光滑的后半身又遭了殃，肚皮被地面磨得到处是血痕，光是看着都疼。慢慢的小猪也不肯再倒立，从前活泼开朗的猪坚强后来窝在豪宅也不想动弹，吃了睡睡了吃，越来越胖。村里人都说王西海捡到宝了，这猪绝对是个宝贝。一开始王西海没当回事儿，直到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找上门，一进院子就左顾右盼目的很明显。王西海以为对方也是看热闹的游客，主动上去热情招呼，还把小猪叫出来表演倒立。新闻上的神猪一露面，对方瞬间两眼放光，张口就要掏100,000买走。这话一出，老两口都傻了眼，100,000别说买一头小猪，就是买10头大猪都够了。王西海立马察觉到不对，一问才知道对方是附近一家马戏团的老板，早就盯上了会倒立的残疾小猪，想高价买走上台表演。
王希海一听，想都不想，当场拒绝。残疾小猪猪生惨淡，本就因为残疾活得艰难，还要被殴打虐待，实在于心不忍。从那以后，小猪彻底成了家里的一份子，直到生老病死。